梦想是什么？梦想就是一种让你……哎，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世界。年轻人 ，too young, too naive. I find out for myself. 辞职？辞职？世界变了，街上卖鸡蛋都比你挣得多。我也辞职了，我饿死了吗？要是没有我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常老师，想找你补课。Ambulance。Ambulance，Ambulance！ 我想找个更大的地方，招更多的学生。现在有多少学生？2000多个吧。程东青，我以后跟你混。新梦想的学生突破了388,888,888！你太快了，我想停一停。这个船开出去，它停不了，它只能往前。我们变成什么样了？我在美国混不下去了，我回来了。You know？